来坐。本来今天是投研部的自查会，准备一个个说的，没想到说你就说了一整天。玉斌，你得请大家吃宵夜啊。没问题。那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说了？那不急，你先听听大伙儿怎么说你的。哎，刚才孙松说啊，你在金盛国际拉盘的货。袁总，咱不是不记名发言吗？为什么不记名？刚才玉斌离开是为了减轻大家的心理负担，好让大家说。现在人家就在这儿，我们要摆在台面上，免得让人家觉得我们在背地里算计人家。坐。孙松说，在当时金盛拉盘的过程中，你阻止孙松跟进，表面上这是一种稳健的投资策略，但后来结合你和 W 苏总的关系，很难说不是有别的原因。啊，林海，他说啊，你在香港出差的过程中，给苏浩付过保释费。我就想，这苏浩跟我们公司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，我们公司为什么要给他付这笔钱？还有。孟琪，他说啊，最讨厌你就是你的自视清高，简直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。我说你平时在我们兄弟面前啊恃才傲物也就算了，你在人家一个大美女面前整天板着个脸，你装什么呀？还有小赵，哎呀，他的话说的有点难听啊，不过良药苦口，这个还是想说给你听听。他说你啊，你的严厉和苛刻都是源自你对学历的自卑。其实还有很多，还想听吗？大家可以补充。现在方总监就在面前，有什么话当面跟他说。行了，今天投研部的自查会就到这儿，大家回去休息吧。燕总，你很会玩办公室那一套。你别这么说，这是为你好，也是为公司好，别搞得我们心机那么重，对吧？你这样不就是想让他们不搭理我？行，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你现在可以尝尝这种众叛亲离的孤独感。公司的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小人，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良心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，就是你消失。燕总，那也得等我找到真相之后，我说过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个地方让你太无聊了点啊，不如咱们换个地方。来过这几次了，哎呀，实在想喝喝茶。你们年轻人呢，心里老是觉着喝茶不够洋气。哎，这
这个澳门赌场的西餐、红酒、威士忌，比这传统的玩意儿有意思多了吧？又丁伯伯，我也就是偶尔过去玩一玩。我可是听说，你父亲出事以后，你是三天两头的往那儿跑。要知道，金盛集团可是你父亲一生的心血，他也经常跟我说，怎么培养你接掌这份家业。你呢，也的确是不负众望，二十几岁就撑起了集团的半边天。可是你近期的行为让我看不懂啊。金伯伯，我知道你很失望，但是您现在经商情况你也看到了，都烂到根儿了，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呀。所以你就打算放弃了是吧？赶紧再过几天纸醉金迷的生活。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宁伯伯，荣鼎已经让金盛拖累成这样了，我哪好意思再过来找你呀？我不能再给你添乱了呀，对不对？更何况我是真的没办法了。您要是有办法的话，您跟我讲讲，您教教我。守正啊，你不愧是娶了一个做演员的老婆，你的演技都提高了很多很多。丁伯伯，您什么意思呀？我听不懂。董劲松这个人你不会跟我说不认识吧？董劲松，哦，我好像有点印象。哎，是不是就是那个保险经销商他做，是吧？是他吧？这个人呢，在金融保险界小有名气，不过他隐藏最深的还是通过保险把资产转到境外。哦，他还会这个呀？我不知道。守正啊，你刚才说的对，金盛已经烂到了根儿。你父亲本想操纵股市，融到救命的资金，可是没想到他自己先进了监狱。你心里很清楚，没有了你父亲，金盛就无药可救，所以你就蚂蚁搬家，利用赌场把金盛最后的家底全都转移到了境外。无稽之谈吗？丁伯伯，这谣传吗？这都是啊。还在骗我？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啊，你装成狂嫖烂赌的样子，欺骗得了别人，欺骗不了我。你自己看看，这是你全部转移资产的罪证，就凭这几张纸，你就可以在监狱里注射几十年了。哎，丁伯伯，丁伯伯，丁伯伯，你别生气，消消气好吗？是我错了，您可千万不能把这个交给董事会啊！你放我一马，行吗？啊？不交可以，给我一个理由。成。一定会给金盛一个圆满的结果。你呢，你应该相信我，我对金盛的感情不会比你们父子俩少。嗯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您至少前后救过金盛四次。哎，出事之后我还没去拜访过你的母亲，明天我就去看看她，让大家都知道荣鼎帮助金盛的决心。公司曲线有点问题啊，找人盯着这家公司。
哎，燕总，什么时候开会啊？开什么会啊？自查会啊。今天查谁？还是我吗？哦，各位同事，哎，停下手头的工作。关于自查会，这是一个长期的活动，但是最近公司业务太忙了，大家先忙完手头的工作。 干活吧。荣姐那边有什么新动作吗？啊，方玉斌最近的处境不太好，袁瑞郎走了之后，燕飞就发动整个部门的人孤立他。燕飞想让他走人，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辞职啊。他不会走的，他要跟燕飞死磕到底。啊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丁一夫今天到的江州，已经见过华守正了，现在去见华子贤的夫人。很好，丁一夫要有新动作了。 喂，玉斌，你那边时间可以了吗？春满小姐，我这儿有一件事儿，你一定要帮忙。你说，哈维，哎，你不上去，可怜巴巴的坐在这儿干嘛？我还上去啊？我可不上去了。我有见家长恐惧症，上次在你家见你爸，我到现在还没缓。 他是你爸爸这事儿，我接受不了。那天你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我爸就问：“那蹦蹦跳跳的袁总去哪儿了？”哎呦，你赶紧跟叔叔说一声，把我忘了。<笑>你有事儿？你有什么？没事吧？走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去我姐那儿。你还有姐姐呢？我怎么就不能有姐了？我是从缝里蹦出来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我为什么要去见你姐啊？因为我见你爸了，所以你要见我姐，咱俩不就扯平了吗？你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不去。哎，去吧。是这样的，我姐是一个古琴收藏家，最近她收了一把赵孟俯的古琴，咱们去给她捧个场。你们家的人都像你那么不接地气啊？我的真实身份说出来能吓死你。那你赶紧下去吧。 我跟你说啊，见家长这种事儿，咱们呀得学会面对。不想稳定下来，永远不需要面对。丁总还有一个小时才到，你看这里可以吗？最好是书房。那你跟我来。方玉斌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来见一下丁总。 好，消息够流通的呀。什么？又是你走漏给他呢？什么叫又是我走漏的？我根本不知道待会儿谁要来，你告诉过我吗？你们蹂躏人跑到我家来聚会来了，见丁总回公司见去，出去。是丁总让我来的。丁总让你来的。 到我家里来，不可以吗？他找你什么事啊？这就不能告诉你了，华总，你可以再让我书房等他，你也可以赶我出去。
玉斌，跟我来。真的是丁总让你来的？不是，不过我刚才只能这么说。明白了，演技不错嘛。哎，楚小姐，待会儿丁总来了，你可别戳穿我。 放心，我会安排好的。谢了。我们俩之间还这么客气吗？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刚才在这坐着，你们小区有好几对小夫妻推着婴儿车在我这里走来走去。哎呀，我看着真挺羡慕的。懂我意思吗？我记得你好像是不婚主义者。 来来来，你摸摸，你摸摸，你摸摸，这摸着。我动了凡心了，行不行啊？那你就找个女朋友，赶紧稳定下来啊！你呀，别人我也配不上。说的我好像废品收购站一样。苏姐，说实话啊，咱俩都挺渣的，就别祸害别人了，咱们凑合凑合得啊。我感觉你变了。那不是因为你先变了。 嗯，不是吗？丁总你好，是我是，丁总，很冒昧，但是我想跟你汇报一些情况。 公司没有你向我汇报的渠道吗？为什么一定要跑到别人家里来谈呢？因为我觉得在公司里不太安全。不太安全？前一段时间，我发现公司有一伙人想搞阴谋诡计，想利用金盛集团的项目，利用袁总达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。金盛集团在项目发生问题之后。 我发现上海公司内部出现了一股不正常的较量，这就是袁总辞职前后所有的事情经过。就这么多？哦，还有。 非常糟糕，但是在燕飞的潜规则下通过了审核，即将拿到投资。你有证据吗？证据暂时没有，但是总公司如果派人下来查的话，好了，我只知道明规则，不知道什么潜规则。公司也不会因为你的预测就派人下来调查。 我能帮你解决金盛的问题。哼，据我所知，你刚从金盛负责人的位置上被解职，我凭什么相信你能解决金盛的问题？丁总，我在金盛的这段时间里，认真调查了金盛的所有经营状况，这是我对于金盛提出整改的17条方案。 看不出什么真知灼见，我给你个忠告，今天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，就这样吧。方总，要不要带车回上海呀？
张总，到了。这是我家附近。对啊，送你回家。苏总让你送我回家。对啊，他只说送你回来，别的什么都没有交代。方一斌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。带着这个人去跟孟威对峙，真相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我也希望气宇能得到安慰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不要再见面，不要再联系了。 你说的很对，我们结束了，各自都应该有新的生活。你姐姐跟你的性格太不一样了。你哥跟你性格也不一样啊。不啊，我们俩的攻击性都很强。你的家人恐惧症好点没？ 你的家人要都像你姐姐这么不食人间烟火，我就还能接受。我特别怕那种热情的人。那你得认识一下我妈，我妈就那样的人。你是准备把你家里的人一个一个介绍给我？克服你的性格弱点呀。这个逼宫的办法是谁教你的？管用吗？管用就行。哎，小心！ 说不要再联系了。你想要过新的生活，原来这就是你想要的新生活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要搞清楚是你跟我分手的。对，是我要跟你分手了。分手你可以谈恋爱，但为什么是袁总？袁总，我之前一直那么尊重你、信任你，没想到在这件事情上，你会背后捅我一刀。不是这样，一斌，听我说，苏静，苏浩说的一点都没有错。 你就是图个新鲜，其实你打心底儿是看不起我的。苏浩的话你也要信吗？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 就是觉得我们联合起来背叛他了。你说咱们俩真有点什么事也就算了，现在这样多冤枉呀。有件事情。 我想问你，你说，你最近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在跟他赌气啊？我不是赌气，我是后悔。我从来不相信，真的会有一个人的出现，让我会失去你。我从来都不是你的。我真的不觉得除了我之外，能有人可以把你带走，直到他的出现。你妒忌他？对，妒忌，我特别妒忌。 我想揍他呢。要不是你们俩分手了，我不会跟你说我这事儿。毕竟，我还挺在乎跟他的情谊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现在可不是你放不放心的问题。你也知道，他在荣鼎的日子不好过。今天让他看到我们俩这一幕，他肯定会觉得他是腹背受敌。先让他冷静两天吧。 我想想怎么办再说。你俩不是分手了吗？怎么又开始联系了呢？那是我们的事，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我们是我们。你还是喜欢他呀？我从来都没有说我不喜欢他。
这要再不追加投资，电动车这项目可就真的要黄了。您不至于看着咱们之前的资金打水漂吧？浩浩呢，就借700万救急，你为何为难他呢？能源存储呢是世界性的难题，多投点钱也没有什么的。更何况过段时间我可以把别的项目上的钱挪出来，这把这个窟窿就填上了。浩浩，你听着啊。第一，我们之前有过约定，电动车这个项目投资最多4000万。第二，我们做企业的最忌讳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，电动车这个项目要是做不成也就损失一个项目，可要是你去其他项目去拆借资金，那就会搞乱整个集团的资金配置，这种习惯绝不能养成。爸，你说这些道理啊我都明白，可是眼下这个项目牵扯到我们在金盛的话语权的问题。这700万你不投有的是人愿意投，到时候人家只记得雪中送炭的，就不记得咱们了。是啊，再说这一次吧，浩浩是独挑大梁的，多少人盯着他的能力啊，这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，投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。我倒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交点学费让浩浩明白一点，既然要玩游戏就必须要遵守游戏规则。姐夫啊，游戏规则这个事儿啊你就别看得太重，现在这个大环境谁讲规则谁就吃亏。你光说遵守规则，你怎么不说说随机应变呀？再说这做生意他不能这么死板。哎，浩浩这次的项目我看他的眼光就很好，你关键得坚持，你坚持也是很重要的嘛。就是啊，再说了现在公司资金还很充裕嘛，浩浩又不是要的很多，我看他还是听他的吧。就是啊，这钱啊得花到亲生儿子身上，这不能便宜了外人不是啊。都给我闭嘴，我在教训我自己的儿子，还轮不到你们说话。老苏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姐夫，咱这不是一起帮浩浩想办法吗？你急什么呀？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我正在培训浩浩，让他学做一个正常的生意人，而不是像你们那样的风气。风气？你说说我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为这公司鞍前马后的这么多年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风气啊？姐夫啊，你说这种话太过了吧。好了，当着孩子的面别让我把你们那些破事给兜出来，要想保住你们在集团的利益，立马给我出去。那就小舅，这怎么了？为什么别人一帮我说话就像踩了你尾巴似的吧？我明白了，你就是不想让我成功。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我跟您心平气和的说话管用吗？如果这700万是苏静借的，你能不借吗？又扯出你妹妹来了，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我没有出息吗？我现在干的不是正事儿是吗？我终于悟到了，在我成功的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就是我亲爹。你胡扯。是，我是让你和你妹妹竞争，对你也有些苛刻，可是你怎么就没想到我这是在磨练你？要是你连你妹妹都斗不过，你凭什么当江州集团的继承人呢？你终于说实话了，你把江州通讯给我就是让我们龙争虎斗，就是为了证明我没有这个能力，就是让我让位给你那个女儿。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好了，乐乐别说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妈，我好，我告诉你，江州集团的继承人从今天起包括苏静，我
我不偏袒任何人，谁有能力谁上。方总监，方总监，方总监，你听一下，我们现在代表公司向你传达最新的指示。你已经被停职了。停职？凭什么？因为你在京盛护盘案中涉嫌串通 W 公司的苏总，而且你在担任京盛调查组组长期间有收受贿赂的可能。燕总有什么证据？于斌，我相信你，但是公司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，你先回家休息一下，但不可以离开上海，随时需要接受公司的质询。这是公司向你提出的一些问题，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你。燕飞找你来的。方总监昨天晚上有什么收获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方总监从公司考了那么多资料，不打算分享一下吗？我电脑坏了，去公司修复一下。怎么了，方总监？你也太不会骗人了。这些聊天记录如果流传出去，你就完了。赶快洗把脸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方宇冰到了。
丁总。小芳啊，坐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心里也有很多疑惑。今天没有时间说更多的，我只想说两件事。第一，公司那些聊天记录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我知道，以你的聪明，要是把燕飞的丑事流传出去，一定不会留任何痕迹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到时候让别人知道你捏着人家的把柄，你想成为大家的眼中钉吗？丁总，我错了，我脑子一时糊涂。我知道你在上海的公司是待不下去了，所以呢，就来个鱼死网破。可是你使用这种手段，不就成了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吗？你把荣鼎搞得天翻地覆，又有谁还敢用你？我是舍不得你这个人才，才让林海去阻止你这种愚蠢的行为。谢谢丁总，那些记录我马上删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这就对了，反击也要反击的高级一点。否则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会处理好金盛？金盛集团的项目是荣鼎资本近几年来遭受最惨痛的失利，不收拾好这个烂摊子，我是夜不成寐。啊，你给我的资料我只看了几点，就知道你抓住了要害，但是没有回复你，是想考验考验你的耐性。哼，果然是扛不住了。多亏丁总及时把我拉回来，否则我就真的掉下悬崖了。我已经决定，上海公司不再负责金盛的项目，由总部直接接手。我会给你找个助理，帮助你重新组建管理团队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好了，我找你来就这两件事情，你回去以后马上做好准备。越快越好。既然这样，就不打扰丁总了。等等，丁总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嗯，你说。您为什么把我从悬崖边拉回来，还委以重任呢？第一，是你的人品。你之所以被燕飞搞得死去活来，是因为你不肯出卖袁瑞朗，袁瑞朗对你有知遇之恩，你不惜一切去维护他，这种品质值得尊重。第二，是你的才干。我虽然身处北京，对你的情况和业绩还是有所了解的，特别是你那本书《旁征博引，纵横千里》，很有点春秋的笔法。第三，是你的魄力。敢用那种方式和姿态跟我说话，荣鼎你是第一人呢。如今的金盛需要一个有魄力的人，你跟我说你能处理好金盛，我希望不是说说而已。我一定不会辜负丁总所托的。你去吧。